你说今天都到民间里去，官府铺手盖房官，民不聊生，是我心中悲痛啊！县官，我早了解你的心情，想袂到你再次下官里去，官官相视，百姓哀哀哭哭，为县主人，难免你的心情我会使体会，但是玉帝出了玉旨，我嘛无可奈何啊！是不是？官府民不聊生，敢讲你的心中要艰苦吗？难怪是难免，但是玉帝已出了玉旨，咱也无法可惜啊。虽然玉旨出在前，但可是如今百姓所过的生活，屋顶家道拖累县里，铺手盖楼官，所有百姓民不聊生。水流流流，你就是我要求我到沙岗，那
好，我带你甲你斗三工，哪里你我，这些上到江湖大佬。